就是榨汁才好喝啊，但是能榨石榴汁的只有原汁鸡，石榴不能用有刀头的机器榨，榨完的口感跟沙子泡水没什么区别。原汁鸡没有刀头，磨出来的原汁非常纯正，而且渣子也非常干，石榴都能搞定，像一些蔬菜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石榴必须。